和你一起做的第十二件事。Hello， 大家好。然后今天呢，我出来钓鱼，对。然后感觉今天这个户外的空气呢，非常的好。然后感觉非常的 nice， 对。然后呢，感觉今天应该会有很多鱼啊上钩，对。然后反正就是挺开心的，因为很久没钓过了。以前在那个老家的时候就那种一根杆子然后一根线就可以弄成那种鱼，那种鱼竿，然后呢就是钓鱼，然后感觉挺爽的。然后好久没钓了，就是想来体验一下。应该是十岁吧，钓起来了三条，应该就这么大点吧，那种正常大小的。我听我爸爸说应该是那种草鱼，就是那种被我吃掉了啊。就是我爸爸就是他那种酸菜然后那种辣椒那种怎么说，是那种泡着那种感觉，就黏糊糊的感觉，还挺就是那种入口那种感觉。我会做早餐，但其他不太行。刚刚我跟摄像小哥说了一下钓五条，然后他说感觉钓一条起来就觉得很不错了，因为冬天嘛，我感觉鱼都在那个睡觉，对吧？然后感觉今天还是得钓起来一两条吧。之前呢，可能得30-40分钟吧，因为确实感觉钓鱼也是件细心活。让我看看，凳子，哇，这个好眼熟啊，感觉，这个也太专业了吧。然后这样就渔具了，哇，太多专业的装备了。我想象中我就有根鱼竿就够了，感觉甩得不够远。我觉得没什么技巧，反正对于我钓鱼来说呢，就是握着这个鱼竿，其实我也不太能看得懂那个浮标，因为其实我爸跟我讲了很多，我也没太怎么听明白，反正就只知道握着这个鱼竿，感觉它在往下拉啊，基本上就是有鱼了。反正就是这个还是应该比较常见吧，这个方法。在老家嘛，也没啥玩的，可能就在旁边什么，就起个那种篝火，然后看那个红苕，对，然后一般就是这样。他也没跟我说，然后他就说订个蛋糕，然后让我选，然后我就发给他了。然后呢，这个我下午嘛在上网课，然后外卖到了，然后我问他啥，他就说蛋糕嘛，然后我又没多想，可能就只是蛋糕。然后呢，没想到他就是整了这么多东西，然后可能就是冲我下午上课的时候给我准备的吧。
今年的愿望，可能大多数都是自己练习上和学习上的吧。主要是同学他们几乎都在内卷，就是学习上的压力，感觉你不卷的话，就是也有点那种氛围的感觉吧，就是感觉大家都在卷，你不卷你也不好意思。我这个人呢，还是就是有点就比较随性，就是其实啊，感觉就是有点怎么说呢，就是感觉有时候会漫无目的的去玩新的东西。我人不远，不行，我得再试一下。我觉得吧，确实有点，就可能有点爱哭吧，这确实是，就可能有的时候泪点比较低，可能别人说一句话，我可以给他就是自己脑补个什么其他几个很多的意思，反正就是，我还挺喜欢看月亮看什么的，反正就是这样。看月亮，有时候会想这个月亮，我可以登上去吗？然后有时候又会想这个月亮，背面有外星人吗？反正想的奇奇怪怪的，反正就是。但我觉得这个想象力可能就是有被动啊，就是特定情况下才能想象出来，但像平常就可能比较匮乏。就是把负面情绪写个小文章，然后给自己看。确实，因为有时候就感觉写下来，感觉读着可能比较爽，不知道为啥，就感觉读下来就可能也是。对自己负面的一个发泄吧，就可能读完。最开始吧，我想的跟约翰一样就是去游乐园玩一天。然后我就觉得游乐园玩一天，玩下来整个人感觉很空虚，就觉得都像足球篮球这种都是竞争比较大，然后节奏也比较快，然后就寻思着就想一个慢点的，然后就想到钓鱼了，然后想了想，钓完鱼这个鱼还可以拿来吃，然后就挺不错，然后就觉得就最后决定钓鱼了。其实这个我感觉也有落差感，就也还好，也不怎么办吧，至少虽然说坐在这儿一条没钓上，然后浪费了点时间，但感觉就感受不一样，身心体会感觉会更悠闲一点，然后也不会落差感这么大，就是只会难受一小会儿，然后不会难受太久。我感觉今天估计也钓不上来了，估计这些鱼可能都在睡觉吧，可能都冬天了比较赖床，然后今天就这样吧，然后呢我呢也要跟朋友们会合了，对，然后下次呢有时间我去我老家看看那个鱼塘还有没有鱼啊，争取钓上来几个，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说完了，然后呢，现在也要赶着去跟朋友们汇合了，那就拜拜，下次见。发了，这是今天的支线任务。守护天使，守护天使任务。你的守护天使是陆子通，请偷偷为他布置庆生现场，并准备庆生活动。你的守护天使今日主人公木子，请时刻关注对方心情和需求，及时给予你的帮助。偷偷为他布置庆生现场，并准备庆生活动。大家来到这里感受如何？感受惬意。鱼不是那小鱼，那鱼那泥潭鱼里面鱼不是很好钓，有没有鱼？我都感觉没有鱼。有个石头。正好小苏说到了鱼嘛，我今天有个成员就先去完成了一个自己之前就是想要完成的一个生日小愿望。小木，干啥？钓鱼啊，钓鱼，上几条？你去哪儿钓了？没上，没上。他不是圈的吗？没发，没发呀。这都不发呀？这么大的事都不发呀？对呀、啊，没钓到你都不发。没钓到都不发。你不得发两条，你先去，好开心呐、啊。你应该是去的路上发一条，然后那个鱼竿发一条，然后钓的路中发一条，钓的时候，钓完了再发一条。今天没钓到。啊，对。你为啥想去钓鱼？啊，因为感觉这个比较慢节奏。可以静一静，可以多让、哦、给你，可以多让自己受冷、哦、受冻一会。你不冷吗？冷，还是有点冷，好冷。我有个小问题哈，就是想问为什么平常最近发朋友圈比较频繁？啊，疫情以来一直是。疫情以来。对啊。最高峰的时候，我朋友圈前七条全是他。八中第一，八中第一突破手，八中第一突击手，就是考前突击手。对。可能最近发的比较多是这个，前段时间发的就是漫画比较多，哎，前段时间二次元，然后再前段时间可能就是足球，对，还发小作文在啊，小作文，就写很多很对，很大一段，可能世界杯嘛，喜欢的人就可能输球了，对，然后就发了很长一段，张泽宇他们看着我写的，啊，然后写了很长一段，冬天鱼是不好钓。感觉是我应该对钓鱼不是很，我也是，因为所以说你们肯定会坐不住，我肯定坐个几分钟就走住，就应该不想钓。不是说你真的去钓鱼的时候看，你们看到人游在江里游泳啊？冬泳。我之前当时去江里拍 PD 的时候，当时我在那个桥下面，我还有那种人游泳，哇，当时那个桥下面一排人全是钓鱼的，就那种破桥下面一排人。你以为那里就是人烟稀少，结果你放眼去看，哇，上面密密麻麻的，就是那种钓鱼的，还有那种游泳的那种。今天人多吗？今天，不算太多吧，就七八个的样子。七八个，对，没钓上来。他们看你什么眼神？讽刺东带点鄙夷。他会发一个小链接，然后点进去。我给每个人都发了一个。通知开学了。啊，你发给我。这多久的事啊？完了，这多久的事啊？我也不记得，我没有啊。啊，我没收到。哦，啊，出事了，完了。我说你在说啥呀？我都不知道。很感性的恩仔就是有时候情绪波动有点大，就是可能昨天笑嘻嘻的，今天就黑着个脸的恩仔，就是那种。可能青春期的烦恼吧，我也不知道。不是这种情况，我往往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也看到，不是朱日新吗？啊，朱日新一般提示，朱日新他只限于舞蹈课。啊，他
一会儿就是在独自站在最左边，哇，最左边最前面靠近镜镜子，他就是那个，他那个。他 emo 的时候那个灯都不亮了，他 emo 的地方就是他正好他站在那一块，我们好多人在那边，然后这个灯正好不亮，这边全亮着，然后他笑起来就停不了了，他笑起来站在最中间，笑起来就没有道理的笑，他们看着我就起笑。再下点鸡翅噻，放旁边温起，把那个肉下告一会儿，这些熟得快的放中间点烤，然后那些旁边温一温就可以了。我每回上课偷吃的那个东西，食堂里头的那个，中间就烤点熟得快的。网课的时候，这个好像是最嫩的。哦，多放点进去。绿色的，那个好了，你吃不吃？我这个真的好了。哦，这个好了。吃肉不吃蒜，这火都没了，直接干吃。这个也好了，哎呀，火都没了，要不多放点，反正一片一片，哎呀 ，OK 了，烤一下，碎，啊，不要让战斗停下来，哇 ，Oh my god， 哦，啊，这个好烫，不要让战斗停下来，好了，哪个好了？你是哪个？这个还没好，大哥。它只是糊了，黑了吗？它只是黑的是纸，都是纸，纸烤焦了。多放点油。红的就是没生，就是没熟，那熟的是白色的。它傲有良心。那你吃，你吃。明天上舞蹈课，你别叫。明天有舞蹈课呀？后天。这个不是，我觉得得煮很久的嘛。我喜欢鸡肉，好像都要煮很久，好像。啊，真肉。真肉，这不是真的，这熟的。没熟啊，你是混的，是吧？这虾应该好了。那哥，再烤一下鸡翅，再烤。那个变性要完成了。我们也没说要吃。再烤一下，再烤一下。质量。晓得是哪个要吃的，不晓得是哪个，说的又不听。没有，他外面确实是熟了。真男人。中间的差不多了，这些差不多，这些都可以吃了。那个生菜是吧？是腻了的时候再用。那个切蛋正常来说是要包肉的，但是我不喜欢吃。这个干碟真的香，筷子类的。韭菜，炒菜那个。韭菜，要不用这个。青锅，下好一半了。酱油啊，来炒点菜。我吃肉的时候吃个菜。猪黑到了。哪个可以吃了哈？没有，应该没有，再点菜。但是你再说一遍名字。逛三元，对，好像听过。就是去逛街，你要花3块钱。三元应该可以。逛三元嘛。三元就是山上那个园。三元。就是那个什么园里有什么。哦。是虚拟写过。性别园里有什么？男的。我知道。拜拜拜拜。不是，你直接走。又不是号啊。不是性别园。性别园。性别。性别园。性别园。很久有一来多少性别？你不知道吗？我都想，他的第一个走完了，是男的，你看你完了，没脑子。对呀。然后你还没听清是什么。性别，你走啊，走，我到后面。3、2、1，乐器园里有什么？贝斯、吉他、钢琴、架子鼓、二胡、电吉他、琵琶、唢呐、萨克斯、笛子。我上去。突然长脑子了，想了半天没想到。果园里面有什么？橘子、苹果、
橘子、橙子、西瓜。听过？你还怎么？走。我要说杆子。杆子。动物园里有什么？猩猩、大象。不是你这什么节奏嘛？老师都说要加快呀。哎呀，不是喊你加快呀，不是喊你变速。真実はいつも一つ。出去，差不多一样的。出去。我们都是他的。他打的是16分。我叫一站一站到底，这是一座到底。一座到底。一座吗？我坐。只现在只想得起来一个名字，我们叫猎豹。好，听起来很凶猛。啊！哈我们是猎豹，一座到底。哎，我们这队秒杀，他们就不行。三二一，一座到底，一座到底。哎呀，问题不大。我是3 2 1你站吗？不站。哎呀我倒要看他们有多强。我们队名叫猎豹。然后还有呢，还有机会。那口号是猎豹。我们这很有气势。对。好，第一道题，灭霸，三二一。嗯，不要，我这个手怎么办？这个手套，我应该是啊，没错，是一样的。哇，完全一样。哇，完全一样。不一样，站的角度不一样。哎，等一下，为什么我们手指？不是，我这打完之后的一样。脚站出来的距离不一样。不是这样的呀。对呀、啊。灭霸打响指啊！你举起来吧。不，你还有个慢动作吗？你看，你还有个慢动作。对呀、啊，这不是还要说一句话吗？那标志性的嘛。Inevitable rap。这不是笔啊？哦，好像不是啊。三二一。哈哈哈哈哈！上银行连坐都没坐，给你一拳，他直接给我一拳。有在偷东西，你指他就跑了吗？你肯定要哇，先骂呀，先骂再躲。你上去之前，你必须吼一声，让所有人都集中注意力。你听我说，你吼了他是不是就跑了？你直接一下，他怎么跑？万一他看到你了呢？他看不到，我在他背后。万一你们俩距离有点远呢？你在客厅，他在厨房。我肯定是，我肯定是这个呀、啊。三二一，糟了，出事了！在干啥？朱熹反派，朱熹站起来，完了要找脑子。同样的动作，我还没有收手。当都做，哎，都做是同一个动作，对，都做是 up down。孙鑫刚是在上面，我是在中途，他们俩是在下面。三二一，就这么。我说了这么多遍，就这么。这盘真的是大说密谋，是这样的呀，不是这样的。雨涵能听不到吗？我没看到你，你在就这么屏蔽队友语音呢、啊？已经得风湿了呀，你吹多了。对，就是甚至膝盖有点难受。我就这么，这个眼睛掉下去，这个眼睛水弹起来不会太高。眼睛。哎呀，还有几次？好难啊！好难啊！四个人要一样。三二一。不变一万遍，不变一万遍，敌不动我不动。雨涵，有些人有习惯睡觉，他会漏一点风。对，他这个缝有点大，确实是这样。那个缝有点大，这个确实是这样，个人习惯不一样。很有道理，很有道理。这个默契，老师你不加一分？没事，让他们0.5也追不上。三二一，
有了有了，中了！他那个机会跳太高了，应该被行。张琪都没蹲下来。三二一，绝对不一样。张琪嘴巴都张着，张着鱼嘴巴是闭着的。对呀、啊，你居然比我帅耶！你帅呀、啊，帅，不应该、啊。好拽呀、啊！自己吹、啊、，OK， 那力度都不一样了呀，那力度不一样，他们说辞都不一样，对，用文他们的感觉都不一样，对，他们内心发自内心的想法，我们都是一样的，你就你，就你不信，哎，木城，木城过来，木城过来，来，这是你的位置，三二一。哎呀，绝对不一样噻，这绝对不一样了。恩仔呀，过来一把恩仔呀！恩仔，你就只会剪到手啊！走，恩仔，你这样装傻呀？不是，你这样装傻。刻板印象，刻板印象。恩仔，我从来没看到过你跳舞吗？你看一下我们动作的趋势，你看一下学生，你学校里的体育生不就懂了吗？但是他也不这样啊，恩仔不应该是？张俊豪，发的油是。张俊豪，怎么又是你啊？张俊豪几天没来学校了？那就叫张俊豪，张俊豪几天没这么拉？小圈圈玩法，就经常就是我们两栋楼不一样的楼嘛，然后他从那边走出来，我从这边走出来，我跟着同学一起，后面跟着五六个，五六个怎么可能？而且都是跟着那种足球体尖儿跟在后面，他就走在前面。当时我们出去，大家好，就是下课踢足球，然后正好就迷路了，就踢足球。来踢足球，大家好，来踢足球，打字篮球，篮球很好打嘞。三二一，家人的婚礼，你在干嘛？你啊，是喜呀，我的，不是，那不然怎么参加呀？我你不是伴郎啊？我就参与，真的呀？我们是花童，人家应该是主持人。三二一。哎，恩仔那个手动了一下，怎么这样？就比较很内向，他有时候可能比较呆，是自带的延迟。对，他有时候，对他可能反应不过来。我不了，你来，接近的更改。哎呦，我手机怎么烂了呀？哎呀，完了，游戏也输了，手机也烂了，我怎么跟我爸讲啊？赔了夫人又折兵了。前面怕谁了？就是在洗澡就不敢洗。那个洗澡，他要。我怕谁？别教了。三二一。这撒娇什么撒娇法？这是硬核撒娇摆烂。我这个是撒娇之前的准备，你我还没想好。对，我就是哎呀，就是蹲下，不怕了，就是这种。求求你了，给我买个这个吧。三二一。一样了，该一样了，手都是一样的，都受气，他们手的角度都是一样的。不是，你们可以洗不同的部位。不是，我怎么膝盖可以洗，手臂可以洗，非要搓，非要搓后背。不是，你们平时洗澡搓吗？对呀、啊，对呀、啊，搓吗？你真的有搓吗？我们家买了那个，有不同颜色的，有粉色的，还有黄色的。黄的是被从粉的搓黄，对，不是要这样，就是要洗干净。你洗澡还跳舞呢？你洗澡还挺诱惑的。你是不是要？三二一。张俊豪表示才三个小时，3个小时，才三个小时，我憋一天都不要憋一下午。我一般。不会憋尿，我一般超过3个小时我已经炸掉了，已经炸了，已经炸了，很难受了，我都不知道还要上厕所，一天一次，这个确实是，这个确实很一般，一天一次，浪费时间了。三二一，
就是欣赏嘛，就这么低着头欣赏。我在倾听，我在聆听，一个倾听欣赏，倾听聆听，一个是倾嘛，肯定要倾斜一点，肯定要倾斜一点。我这个就是正的聆听，正就字面意思，我正经。又表示就是可能就是你刚听的时候，你手还没反应过来，你脑子反应过来。三二一，我说哦，天哪，摆烂摆烂 ，why？ 为什么掉？我还有秋裤呢，不慌。我的裤子会掉啊！我里面我穿两条裤子，这条裤子本来就要垮，因为你停下来就很明显了，然后呢你跑，就是那个裤子都掉到这儿了，掉这么下面吗？停下来会导致后面的。我会边跑边整理啊，你说你跑一会儿，哎呀，我裤子掉了，然后你就停在那儿了。三二一。哎，跟咱一模一样，细节，细节，细节。好，那你来解释一下，你筷子是怎么拿的？手抓饭，手抓饭，观摩印度人吃饭。他这个是叉子。我是抱饮的嘛，我是筷子。三二一。那你该干嘛？我也不知道。那你解释一下，让你张静，你这叫暴怒啊！暴怒！我变成金刚狼，但是我金刚狼三个爪子哦，在踩蟑螂。我是找蟑螂。他发现了蟑螂的痕迹。暴怒，怒气填满。塞东西。暴怒。赔了夫人又折。赔了夫人又折米。三二一，就是赶快转过去。恩定了，没办法，就这样子了。我是正在跳舞，然后细节挡一下。其实我觉得张泽宇应该不用转过去，你就正常跳舞就可以了。你反正看不到，你穿红裤子。我们两个我走错了，有点。哎呀，三二一。我这个叫拒绝掉女团舞。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只需要体现出这三个字就可以了，我拒绝，那她就是女团舞。我是个伴舞。哎呀，三二一。怎么还带音效啊？刚是谁带音效了？你呀、啊？不，你们不应该不动吗？看不见我，你动了就是你了呀。开始啊、哦、快点儿、啊、再等一个八拍，等一下我酝酿一下，反正有十二分钟。
你要不动我。你是要在三边转圈圈啊？对，你要脖子上滑下去。对，哇，哎呦，你要这样。OK， 来，来，来。我说三二一，我说这样，我说三二一，再放，他妈的，再去换歌，我就开始，我就直接开始，换着。哎呀！等一下，没关系，我也不想。你不好生气了。再过两首歌就可以了。啊！我可以摸自己，有一摸一下。哎呀！哎呦！再唱一下。不要，等一下 ，solo 节目 ，solo 加时长 ，solo 节目，加歌了哈，加歌了，可以了，可以了，好，可以了，真真。哎呦，这个就比要下一个，哎呀，多集中一会儿，不要一直转圈儿。不是，下一个节目还要有加歌，耳洞了，再要加歌了哈，你再要加歌，你必须打歌，你必须打歌。对，我们跳舞。这个放上面烤就可以了吗？全煮下去吗？好吧，一点区别没有。要炒到一种什么程度才煮水？
有是有，有了。这俩十八可以弄的，这么硬，还以为软的。一个味儿啊，因为我主要说没太喝过多少，也对茶不是很。这个你喝过蜜桃乌龙茶，你就知道它为什么叫乌龙茶。走啊，该谁了哟？就怕这种情况，应该该该谁了哟？你是不是走了个马？啊，那走到那儿了，那就该我了。嗯，等喝光啊。说不出来，意思就是菜鸡副总，来，接下来，六六，味精，不要，那我不要，不，就他个框，三个八，对，带一堆十。妖精，谁？单走一张十啊！勾，啥子？你出，你出，三，五 ，K， 二，不出，快点吧。我等到画都谢了，不够爆这么多的。好，你出两 K， 药品，哇，再不出我要输了，我不敢出。大哥，你个要不帮我保一下他的输？四张，四张，就四张，你看吧。你说，你让他分开了，肯定是两个对子。你出，我出，炸圈，炸弹，高网，高网了，你没圈啊？没有。我们进去，没出啊，完事了，出了，我出了，我贴吗？我不用贴，你不用贴，我们俩一家的，我贴吗？啊，对，就你先摸，你先尿去。恐怖，然后就我们打篮球，我们那个球就那个篮球要经过那种路。他是卖抠手啊，他很穷。他绝对有问题。这女的，她那绝对是做的美甲。你不觉得她这个指尖比那个都吓人吗？我笑了。这真的吓人吗？你抖什么抖？你觉得清明站？我觉得可以放进去了吧？这个有点……跟你说了看搞笑片儿。对，这个是恐怖的，你怎么推荐的？要搞笑片儿。
鱼鱼。棉花糖。哎，你傻了！哎呀！他不会真的以为自己很恐怖吧？做梦。他妈洗澡的时候睡着了，就是这样。把那个牌放这儿。还有叉子没有？没有，两个。你要不要？我用手就行。我洗澡的时候也这样。我洗澡的时候也这样，每次都是张琪在那儿敲。哎呀，你要看的。哎呀，画质调高一点吧。就感觉有点像820的那种电影，真是2013年的电影了，刚才这么写了的。哎呀，糊了，糊了，糊了，这也能糊？哎，还是这边没有糊。这什么东西？十八能？这是我没想到的。那这玉米是什么？糊了一点，直接撒红了。哦，这个大小真的，一个吧，一个够了。这是烤熟的，这一招高山流水，高山流水滚来滚去，突然为什么到谁走了？到我走了，走。似曾相识，刚才好像没有打出这一步。怎么说呢？现在你那边就是我这边，一模一样，没有变，就看这半边一模一样，江上的。直接放上去烤吗？还没木头了呀，这个真的直接放进去烤。哇，还翻面了，这个要先帮我发一下。咋了，这土豆已经糊了。咦，我来，我出锅了，我糊了呀，这个皮都落了，哇！放在这儿发怎么不太好？放，土豆儿，都看不清土豆。这儿，我在那边，但是还有一个呀。这儿。尝尝那个，那个是不是要把那个弄？你直接吃的呀？那我也直接吃。弄开了呀。你是不是应该把它挤出来？啊！我的手好黑。好直接。这个土豆没味道，这个味道，这个，砍龟片砍土了呀！等会儿，我好像想起了一个事情，我去处理一下。啊？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我去上个厕所。厕所在那边啊。我看你是那个龙的啊，不是，就是从这儿穿进去啊。对呀、啊，要打气啊，堵住了。那个肯定不会坏噻。我怎么感觉这个在漏气、啊？不是感觉。
小的故事，不清谁的心，谁的温暖的手心，我着迷，伤痕好像都变成年底来了，交一下经验了吗？没有。错了吧？你打个嘴，我用嘴吹这个。不是，那个真的打不行。完了，这个这些我们都打不了。有一个好的吗？这不是。拿起。没有鸡油。我不会。确定？你不要放。就拿了就可以。哎，对。我想着不是打一些。不行，我们必须弄一个弄好的。我还有啊，没意思。他说那么必须给他支撑起来，必须至少一个。绿色跟红色，因为可能就是他偶像的球队。对，黑色好像。你弄球没有意思，一边一个。对，我看着好像干的。哦，那个中间应该有柱子吧？哦，没有。我去拿去。哎，给我拿一个。哦，感觉这个是。那你没了呀？你这把结束了。结束了。怎么走都无了。结束了。结束。结束了，咋走都无了，你这把。就是，我觉得你应该会上头一步。我觉得你会把这个吃掉。没必要，我想的是没有必要去吃那一个。你看这一波马后炮多漂亮。确实。我天哪！妈，都11岁啊！他说排练一下，他说。他才11啊。他说排练一下，赶快排练，快点！哇，大牌！我还记得恩仔上一次生日，多少岁了？不，张吉得在最那都愣，最前面，然后把这个揭开给他。不是，不是，张吉玩人，不是，愣个。我们，哎，这个终于了，这次。等会儿再点，等会儿。整点这个。好吃，还可以再上一份。这个你已经吃一个了啊，已经吃一。有蘸料。管他吗？他可以补色。可以，你是懂吃法的。那个嘛，我们说，哎，让有足球呗，来踢足球。让恩仔来踢足球，让恩仔过来，然后或者你们直接过去吧，我们过去，可以。过去，点。啊，就过去，然后就说生日快乐。我张吉给他上菜，看，然后用他那块布把那个蛋糕遮住，然后给他上菜，然后拍一些，就是个蛋糕。着火。直接蒙住他的头。好，你直接蒙住他的头。然后你摘了，我们把那蛋糕一放，你就唱歌吧。嗯。站起，直接蒙住，站起，你多蒙一会儿，你蒙到我们过去。啊，对，我不行，我们点头。我想，我们小队，我走吧。你在干啥？将军，喝茶不？曾哥。没杯子了，上来就可以了。你要不直接继续到你有。
你要不嫌弃。喂、嗯。整这出是吧？整这出是吧？整这出是吧？我贴都还没上完。我刚刚都将军了，你知道吗？没关系，你这把棋稳输。不是，我刚刚都将军了，兄弟。没关系，你这把棋稳输。Happy birthday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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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敬大家一杯，敬大家一杯，敬大家一杯，来仔仔，来生日快乐，恩仔生日快乐，怎么这么多哆啦 A 梦啊？啊，因为就是疫情期间看哆啦 A 梦比较严重啊，对呀，你都没发，你都没发，没发朋友圈。恩仔，我为你举大旗，恩仔，我为你举大旗。看谁敢与他为敌，看谁敢与他为敌，四面八方皆是你，四面八方皆是你，我是他的好兄弟 Jeremy 一面旗，我是他的好兄弟也是他的一面旗。恩仔老孩爱你，老孩儿也爸爸我儿子爱你，爸爸儿子爱你，好好好，谢谢大家。来分享，拿分享，分享，分享，那你拿一半，拿一半。用这个碟子，你呢？你没有盘子吗？盘，这是盘子，这是这。哦。嗯，一会儿这么吃蛋糕，那真好吃。哦，我去吃的呀。嗯。就是这个路线。你别说，这玉米是真甜。不好，你不吃。我这我寻思这玉米烤半天了，我先给它干了再说。你别说，真的甜。它里面那个黑的是什么？是那个中间那个巧克力吧？应该是。这能吃吗？嗯，好吃。嗯，好吃，多吃，多吃。真的能吃。菠萝蜜，这里面榴莲、菠萝蜜还有甘蔗，那味儿有点冲了。还有山竹，一起放慢节奏吧，拜拜拜拜。